委员会已除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八届第八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4年11月17日星期二下午12:16至23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玉生等15人，主席李委员应援。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八届第八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167案全部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删除。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国民党党团将委员会增提议通过共87案；二、请愿案件一、依请愿法第四条规定，第一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辩受理，含附请愿人；二、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第一案至第五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经复，并附之请愿人。宣读完毕。请问有异议没有异议？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执行事项。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第11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4年11月27日星期五12月1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八届第八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录。2019委员郑丽君等拟具《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二案，《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委员陈怡姐等拟具《性骚扰防治法》。委员孙大千等拟具《海关进口税者货物税条例》。委员刘兆豪等拟具《通讯传播基本法》。委员卢嘉诚等拟具《地方制度法》《票据法》。委员周尼安等拟具《入出国及移民法》二案。委员刘建国等拟具《空气污染防治法》。委员卢秀燕等拟具《地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社会救助法》《行政院函请审议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贪污治罪条例》《通讯保障及监察法》《证人保护法》，交相关委员会审查。20至186，行政院及其所属司法院、考试院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87，经济部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88至196，交通等委员会函未预算决议事项，请查账案。197，财政委员会函未请愿案不成为议案案。198至210，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1至16，委员林玉芳等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委员吕学章等拟具现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委员赖世宝等拟具国营国际机场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委员吕学章等拟具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委员江乃馨等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委员陈淑慧等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委员廖国栋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委员谢国梁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委员杨应雄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行政院函请审议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国营国际机场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国营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民选地方行政首长新级退职抚恤条例，幼儿教育照顾法，行政法人放射性废弃物管理中心设置条例，交相关委员会审查。17至18，法务部行政院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9至20，财政等八委员会函未总预算半年结算及查核报告，提报院会请查照案。21，内政委员会函未请愿案不成为议案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22至135，民进党党团提议党团拟具政党提取赋税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委员叶宜津等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委员李坤哲等拟具石油管理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委员李俊毅等拟具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议事规则、审计法、法官法、总统职务交接条例、中华民国宪法，委员李应元等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条约缔结法、警察职权行使法、中华民国刑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委员尤美女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政治档案法、赦免法、废止核能发电条例、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国家人权委员会组织法、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行使法，委员田秋瑾等拟具环境基本法，委员何新纯、吴秉睿等分别拟具总统警察职权行使法，委员刘建国等拟具电业法，委员林黛桦等拟具石油管理法，委员邱志伟等拟具公民投票法、高级中等教育法，
委员邱莹等拟具石油管理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员行使法、立法院议事规则，拟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拟具共同管道法。委员杨文志等拟具国家安全法、中华民国刑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公正法、国家机密保护法、都市计划法、陆海空军刑法。委员段宜康等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委员高志鹏、许天才等分别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委员陈其迈等拟具土地征收条例、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议事规则、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警察资源行使法、人民团体法。委员陈明文等拟具中资来台投资管理条例、立法院议事规则。委员陈廷飞等拟具石油管理法、警戒使用条例、警察服制条例、警察法、警察职员行使法、政府资讯公开法、个人资料保护法、教育基本法、高级中学教育法、国家教育研究院组织法、国民教育法、幼儿教育及照顾法、技术及职业教育法。委员陈唐三、陈杰儒等分别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征求条文修正案。委员赵天麟等拟具石油管理法。委员郑丽君等拟具台湾电力公司龙门核能电厂停建特别条例、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国家安全法、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条例、公民投票法、邮政储金汇兑法。委员萧美琴等拟具难民法。委员薛岭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立法院职员行使法。委员姚文智等拟具海洋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委员黄伟哲等拟具企业并购法、证券交易法、交相关委会审查。台联党团提议增列136-166，台联党团拟具核四逃命圈公民投票特别条例、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法院组织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拟废止战事受田平据处理条例，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政府资讯公开法。委员周尼安等拟具档案法。委员叶金玲等台联党团分别拟具立法院组织法。委员叶金玲等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公务人员退休法、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委员赖正汤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台联党团拟具国营事业管理法、预算法。委员周尼安等拟具警察职权行使法、国家安全法。委员赖正昌等拟具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课程审议委员会组织局运作条例草案。台联党团拟具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委员周尼安等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台联党团拟具中国人权法草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宣读完毕。报告事项因为没有委员登记，所以有关议程草案报告事项、质询事项通过，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二：国民党党团提案邀请总统至本院进行国情报告案。三之九：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广播电视垄断防治与多元维护法草案、产业创新条例、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委员蔡正元等拟具公投提案主文为：你是否同意我国不能废除死刑，请公决案。10-15三读通过。16-20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等2015年度预算书案、货物税条例。21-22立院新联盟政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提案，针对陆飞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之管辖权裁决，建请本月做成国会声明。23-43援助民族自治暂行条例草案、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经济及能源部、农业部、交通及建设部、环境资源部、大陆委员会、内政部等组织法草案、个人资料保护法、外国人投资条例、华侨回国投资条例、原住民保留地进法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草案、原住民族基本法二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条例、都市更新条例、政府采购法、劳动基准法、工厂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全民健康保险法。44-57国民党党团针对第八届第五会期第五次院会报告事项4-10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国立社会教育机构作业基金设置条例草案、公司法二案、台湾金融控股公司有限公司条例、刑事妥诉审判法、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观光赌场管理条例草案、入出国及移民法、政治现金法、消防法、民法、工业团体法。58-69国民党党团针对总统咨询本院刑事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同意全案提出审查时程请公决案。就业保险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国际法、医疗纠纷及处理
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草案、验光人员法草案、国防法所得税法、劳工保险条例、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4年度预算书案70至87、国民党党团建请将姚文文志成委员停飞移送纪律委员会案，文卢家成等建请将陈文欧破交付纪律委员会案，国民党党团建请决议核四厂一号机不施工子安检封存，二号机全部停工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62条修正案、核子反应器设置管制法、公民投票法二案、劳工保险条例、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地方制度法、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园推动法草案、所得税法、核子反应器设置管制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二案、政治现金法、民进党党团提议政列88至89、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大学法等修正草案、议事处政列90、经济交通两委员会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部分审查报告请并105年度总预算案审查报告案91至103、援助民主基本法、废止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组织条例、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草案、废止行政院援助民主委员会组织条例、援助民主委员会援助民主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草案、国民年金法、劳动基准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废止内政部议政署等、警政署等组织条例等案、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等、海华文教基金会等105年度预算书案，宣读完毕。好，现在有委员登记，我们等登记发言之后再行处理，请邱文彦委员发言。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同仁，针对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建议立案共103案，顺序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1至9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邀请总统与马习会后至本院进行国情报告，请公决案、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修正草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广播电视法、卫星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电视法等修正草案、广播电视垄断防治与多元维护法草案、产业创新条例修正草案、第10至16、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正草案。公投提案主文为你是否同意我国不能废除死刑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国民年金法、劳动基准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等修正草案。17至25、原住民族基本法修正草案、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草案、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法草案、废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组织条例、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组织条例、内政部议政署组织条例、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条例等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国军退出官兵辅导条例等修正草案。26至38，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等105年度预算书案、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等105年度预算书案、财团法人海华文教基金会等105年度预算书案、货物税条例修正草案。本院立院新联盟政团及国民党党团分别针对陆飞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之管辖权裁决，建请本院向国际做成国会声明案、原住民族自治暂行条例草案、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经济及能源部、农业部、交通及建设部等组织法草案。39至48，环境资源部、大陆委员会等组织法草案、内政部组织法修正草案、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草案、外国人投资条例、华侨回国投资条例等修正草案、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草案、原住民族基本法共二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条例修正草案。49至58，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景观法、海域管理法等草案、政府采购法、劳动基准法、工厂法、全民健康保险法等修正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八届第五会期第五次院会报告事项第4至第10案提出复议，请公决案。
国立社会教育机构作业基金设置条例草案、公司法修正草案第二案60-73、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条例草案、华侨身份证明条例修正草案、原住民族基本法修正草案、刑事妥诉审判法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等修正草案、观光赌场管理条例草案、入出国及移民法、政治现金法、消防法、民法、工业团体法等修正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行使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同意权案提出审查次申请公决案、就业保险法修正草案。74-84、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施行法、国籍法等修正草案、医疗纠纷处理及医疗事故补偿法、验光人员法等草案、国防法、所得税法、劳工保险条例等修正草案、国家表演艺术中心104年度预算书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将姚文智委员及陈廷辉委员送纪律委员会请公决案。86-94，本院委员卢嘉诚等建请将陈欧珀委员移送纪律委员会请公决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核四厂一号机不施工只安检，核四厂二号机全部停工请公决案。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大学法、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公民投票法等修正草案。劳工保险条例修正草案95-103、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地方制度法等修正草案、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园推动法草案、所得税法、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二案、政治现金法第二案。宣读完毕。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处理。请问对邱文彦委员提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讨论事项依照邱文彦委员提议修正通过。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三案。二、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者共20案。宣读完毕。对人民请愿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好，散会，谢谢各位。